演艺圈最近这样，大家都要小心。对了，对了，上次你骑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马上好，大家都好惋惜。祸害一千年，好吧？好，也不行了，我们模仿的人需要接受惩罚，好吧？大波鞋要好好打你的小屁股。今天不是来模仿的吗？为什么还要？不是要惩罚，不能来模仿，诱发，对对，就像你我他一样，对，要邪心的下去。那些年我刚出道，靠这一招闯荡江湖，哦，挑战开始。第一题，第一题，请问康康哥，当年你用哪一招进入演艺圈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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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仿谁？模仿谁？1997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参加大鹏英雄会拿冠军，哦，抓，走这边有模仿吗？他模仿黄登辉，抓了，抓了，处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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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到到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超下流人，是啊，要当事人模仿才有，好不好？不能说他模仿黄登辉这样不算，也不算。没有，那你模仿露露啊？啊，对了，下去，他没模仿，下去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他没有抓，他没有模仿，他没有。是黄登辉模仿我，对啦。哦，啊，然后他每次都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”这样，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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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模仿黄登辉，模仿康康。你这段模仿出手略松哦，没有，我们有在看，打到人要喷出来啊，要喷啊，那样乌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刚你刚刚是模仿黄登辉，模仿你刚刚大家好，我是我，处理处理处理，阿阳阿阳要打到喷起来，哦，你照办理，你照好容易模仿，哎，会忍不住。忍不住啊！好险你抢在我前面哦，差一点就模仿了，差一点就换我了。我就跟建哥，那宪哥当时有没有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讲的时候说，这个人这啊，模仿，模仿，来人了，抓到抓到，不像啊，要模仿，有模仿就算了。OK， 加油大姐，这个有大姐耶，被他被我打到轮胎，但是刚刚康哥有提到一个，他说那个模仿那个林峰嘛，有一个我觉得我看过最好看的模仿，对，你模仿太好看，我没有了，我不要，处理处理处理，我是示范呢，哦，好了，我来模仿，我来模仿一个没有在电视上，好好来了来了，破灭破灭破灭。宁愿被打也没关系哦，真的，真的吗？那个少熙啊，哦，少熙，他模仿张晨光啊，张晨光可以吗？这么新的，嗯，张晨光，你要叫我晨光，晨光，晨光，到底在找什么？少熙啊。张晨光就是这样哦，对啊，哦，对对，他的节奏，他的表演的节奏，一了你要康康就打了，对，晨光，晨光，他自己的 slow motion， 会看，哎，对，很有，哎，这个很细微，有像，有像，有有有有有像了吗？有，确定有像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讲话，没有豁免，只有用肢体语言，这个是最高境界，人的特很。有一次我去点面。去挖大米，好，细衣鸟，阿尚的功，你敢去看看？哎，好，哎，模仿，模仿，模仿阿妈，你这是模仿阿妈，没有知名的，没有知名人士的不算，哎，人的特色，你戴口罩、戴眼镜、戴帽子，去挖大米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你敢去看看？我都还没有点那个馄饨汤，哎，挖北宫。喷起灯，他就认出来了。听声音，对，这个人的特色是很重要。所以以后啊，点餐你不能再唱，你一定要。金花大米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模仿三太子。”后来模仿三太子。后来我就说：“请问。”阿桑就说：“
你刚起刚刚模仿林峰，好厉害了，他是你的粉丝。我遇过一个人很好笑，为了怕被认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出去，然后要点餐，哦，大家一起一群朋友，然后他就为了，他就是陈汉点了，他为了怕避免人家认出来，点餐然后打电话，怕麻烦嘛。你那个你用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500怎么弄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不可能不知道吧？不可能不知道，就不可能不知道。打给后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我要点餐，5分，五四大一小，套房，我要包厢。”对，然后那个人说：“哦，好的，陈先生。”我要点餐。好了，那你既然都这样讲，我就讲了。以前我年少轻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68岁，还没有戒掉这个汽车旅馆的时候。郭台铭年少轻狂，汽车旅馆开车一定到汽车旅馆，一定要面对嘛。怎么办？就说我就帽子低低的嘛，戴口罩了，休息3个小时。欢迎一代巨星高凌风。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比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。最亮的一颗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。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林峰来了，林峰来了。各位，接着下来，给他们点到谁就模仿谁。林峰，哎呦，还有准备呢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熊火也温暖了我的心窝。刘文正可以吗你？好多道具，好多道具。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500，来500，刚刚那套哈，500老师不止不太像，还有你的大眼睛，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。弄他，对 ，A 帽子一样。你，左边，你就像那，左边，你就像，你就像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地沟粮啊！来，这个也会吗？连音乐都换，你好，人家先请问哦，去爬会，什么会？林北龙甲你跳嘞，熊熊安尼作梗，甲林北做甲金丝丝，无简单呢。我虽然欢喜，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。今天回到这里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总嫌爱做生意赚很多心太平，小钱，买行李箱装行李，还有买吸尘器，海豚吸尘器，日安完美
天下无敌，全世界第一名。红天美，高歌一曲，因为我们是山大难高一，嗨，高大哥，还有，好，现场波再次疯狂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高凌风高大哥。高大哥你好，钟宪你好，哎呀太开心了，今天呢，高大哥，一段时间，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听说你很想念我，想你啊，所以我想来带你一起走，同流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我跟你讲哦，兄弟如手足，对不对？女人如衣服，所以有这一句。外牛离心照，现场是我们的康康，康哥，康哥，好累，太厉害了。看你表演这一段，One Man Show，其实宪哥心里是感动的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就差一位高大哥，对对不对？我们在场永远中间留了一个位置是给他。你还敢讲？其实呢，高大哥就是宪哥害死的。喂，您严重了，当初啊，我们三大男高音的时候，高大哥因为那时候宝弟刚要入行嘛，高大哥坚持要宝弟来唱一个钟头，我们的节目才两个半钟头，他唱一个钟头，宪哥不答应，高大哥就还哭嘛，哭我就说难过了，宪哥说哎，过去安慰他，大哥，我说大哥啊，你不要那么伤心嘛，对对对，搞不好宝弟不是你亲生，那是什么安慰吧？结果宪哥就被撤梯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艺人呐，刚好聊到那个郭金发郭大哥，对，人能够唱词在舞台上，生命中最大快意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跟小金姐，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角度。孩子才他那个时候才13、14岁，哇，很年轻。你让他这个时候上这舞台，他人生价值观各方面。整个就是会坏掉嘛。哦，对，像我们家，我一定要孩子长大成人，是是，然后他才可以。大哥，玩出来也没有比较好，也不一定。然后这个不好说，然后那个时候高大哥身体生病了，那私底下跟我们讲他的病是重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就不要演，他说不行，一定要拼最后一把，人生最后一次在那个 TICC 表演，哇，那个这个幕后如果大家知道一定很感动。我说大哥你现在轮椅不要推出去了，不要啦，他跟阿吉大哥借的，阿吉啦，你会挂掉，我就最后生气跟他讲，他说钟宪，是我如果可以唱死在台上那是多大的新闻，他这个时候还在想那些，就真的出去唱了，我就只好让他上去了，他们心里面的难过只能放在心中了。当艺人他有某一个层面里面是悲哀的，但是一定很有福报，对不对？长得跟鬼他一样可以有艺人界的一个成绩，是啊，而且家庭幸福，还能娶到佳佩这么好的女人，然后女儿好可爱，女儿好可爱，儿子也很，那更大的儿子也很帅，儿子女儿跟康康一点都不像，恭喜，真的是值得庆幸啊，一点都不像，反而长得像宝弟，喂，今天来到贵宝弟，我要跟，对了，高大哥，其实坦白讲，对。
我从来没有模仿过高凌风，哎，这是第一次模仿。我以前都是凌风，你这个橡皮脸，你模仿谁？但是制作单位说要怀念他，我就想说好，没有问题，然后就来模仿，不是那么像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可以。真的吗？高大哥喊拳来一下好不好？你剪刀石头布，好来，怎么玩？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我赢了，哎，哎。不，你这不是石头吗？剪刀哦哦，好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哎，怎么又赢了？又赢了，不是剪刀吗？剪刀石头布。哎哎，所以每次跟他喊拳，我都喝死。因为他那时候的手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他有一阵子不是说模仿心灵法师啊，然后手变这样。对啊，结果喊拳每次都我喝了。他都赢了，怎么样都赢。哎，这样也是石头，石头啊，肌肉有点萎缩了。哦，我们都不敢乱接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一个艺人，我们表演就是我们的天职。尿尿过啊？真的吗？因为他手没嘛。哦。啊，他不会出剪刀夹出来，还在闹，喂，好了啦，这个希望大哥出剪，大哥天上之灵知道我们在怀念他，对啦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登辉。我们是康辉来了，康辉来了。你要模仿嘛？这缘分特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他就开始模仿康。对，我是模仿康哥红的。对，但是我是模仿齐秦的。灯会在模仿你，心中是否有不爽？没有，有没有？因为场子都被他抢走了。你在看远山，他在看山小。是啊，没有啊。我觉得很好啊，有人模仿，表示说他很有特色嘛。对，我那时候红才会被模仿。像这个宪哥也是，刚刚他在。开场的时候，我以为没东升，太像了，是啦，是本人没有看到。模仿大哥，那如果像你这样子讲，他不是被恨死了？哦，对对对，模仿很多人，有一些啦，有一些，还有一些。这模仿来讲，我觉得他是外貌最不像，哎，但是模仿出最像，对，厉害。你们在想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我都当阿公了，对不对？我都结扎了，对不对？还在搞这个东西？你看嘛，菜头哥，你好像是，可以唱很多兵吧？冷冰冰，一个白冰冰，还有冷冰冰，还有白冰冰，小冰冰。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那个不用做梗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不用，赶快猜，请认真答。对，不要再闹了。认真答。库龙在录音里把肉直接跟他开心吗？喝酒这件事哈，老美啊，他们这个就是在科学的印证上就清楚多了。是是。人家说喝一样醉，不用喝一样多，也就代表了一个事情。我们差不多这么醉，但是我却喝这么多，酒量不一样，酒量不一样。当然，所以他可以选择在美国被公路警察拦截一下，啊，哔哔，行走的 ，Your license， 我叫 Henry Hondo， 这么凶，很凶，真的很凶，真的很凶。把你的手放在什么？是放方向盘，放方向盘。我们一紧张还放错。哎呦，不是那个，也不至于吧？不是那里。对，我也那是排档杆。好，然后出来 ，get up，you drink。我说哦，你 little bit， 叫 OK，you can choose 两种选择。第一种，你可以从英文字母26从 Z 背到 A。哇，这太难了吧？不会，对老美什么难？对啊，要够清醒。第二一种。你可以选择走直线，地上就一条，它就一条 line， 然后你走，你不能出去哦，它露营哦，平衡，你一出去就靠就上靠了。哇塞，对，那另外一种是最难的，你可以退后，你万一没有退后，哎呀呀，退后啊，哎，我都没有离开直线哦，我往前又往，哎，往前又往。我们东方人最容易被抓，因为我们节目里面都会玩，那一看到一条线就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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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宪哥，没有人那么淘气的吧？你是说不要做效果啊？对对，这一段你做最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都偏心了，对呀，要出歌仔戏，歌仔戏，我们搞笑艺人，哎呀，还要出
都唱过。对了，等一下会有啦。刚刚你看都有照顾这个娃娃音的，对啊，都有偏腔。若是马蹄，他这种颜面神经受损的，也要照顾一下。有没有？哎呦，马蹄了，给了，给了。哎，秒我的易大强老师，你还为副歌改一曲？我比外人较大气，我是班上人笑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无别人甲我比？夕阳的伊大声，嗨嗨，愈大声心愈痛。啊，命运，命运，伊大声。小弟，阿哥啊，等一下，大家一定要来看。地基流，哎，安尼有分数吗？安尼不是讲本来就像我们根本没有要猜高的意思，太满了啦！就请我们这些前辈来节目骗人家的表演，骗不了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。不要过夜，过夜比较贵，酒费比较便宜。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寂寞相随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谢谢。在我旁边的是主嫌，主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主要嫌疑犯。我们还把这一个段子，我们演到北京去了，是是是，主嫌这一段是不是？不不不，我们演别的段，他模仿，他演崔健，他说模仿崔健，然后人家电吉他拿出来，他拿一个气球在那，那个乱演，丢脸丢到别的地方去，乱演。哎，那你到北京好笑，一讲说哦，崔健这个好啊，大师特别来宾哦，特别来宾，欢迎崔健。小钟还要藏一根针在那边，手气球乱演。说是我的老朋友，哎呦，我们来一探究竟好了，来，掌声欢迎他出场。哎呦，谁呀？你出来唱这个歌是什么鸟歌啊？一点都不真的是鸟歌啊，快乐鸟日子。哎呦，我是说这首歌你要祝人家生日快乐，怎么只祝人家到五六十岁呢？五六十岁，五六十岁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针对我？没有没有，飞哥飞哥飞，我没有针对你啊。你已经69岁，今年要70了。啊，当然，你已经多活10年了。哎呦喂，我第二段是针对。宪哥，他今年9月26就满60了，满60，刚好5、60的岁。不是，刚刚没有误会，哎呀，误会了。那个，你的意思还是要希望大家健健康康了。对对。哎呦，讲到重点了，健健康康还没跟大家介绍一下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看，为了拍戏把头发都给拍白了，掌声欢迎黄登辉。我是黄登点丁登行，黄登辉。我是康康啊！哎呦，啊是康康啊！哎呦，对啊，黄登辉那老豆丢哟！我这个墨镜戴了很长，对，你的老花眼好像你看看，我都把主持人都快认出了。今天有代班嘛？代班的中线代班那个徐凯西嘛，隔壁这个是大根嘛，对吧？哎喂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大根是隔壁。看清楚，徐凯西，梅东升，哎呦，大哥，合理了，是，因为同样的一个 level 要摆在一起，对嘛？是是是。前阵子啊，听说啊，你是不是被国仔拍到你？时间能不能暂停一下？怎么样？就是哦，心情不好，看这两个神经病聊天，我变得心情还蛮好，请继续。你看到没有？不得了，哎，这样聊啊。前阵子那个前辈说话了，被偷拍啊！哎呦，你前阵子被拍到跟两个辣妹在喝酒狂欢，没有听过宪哥说的吗？哎，
报纸啊，除了日期是真的，其余都是假的。真正的是来了，来讲一个大根呢，在 KTV 唱歌寻欢，然后被人家打。我们先不聊他怎么样。不是，我怎么讲大根，你好像特别激动。差点搞混了，我是兵哥。讲到朋友，我还想说问问你啊，是，我问一下哈，你说你那个你的朋友都来跟你借钱，借那么多钱，他们现在搞定了没有？还是没有？这个朋友有难，我们就是要拔刀相助。那是当然了，但是借钱容易，还钱就很难。借给朋友哦还好，如果借给亲人呢，那就更辛苦。请问这个横竖法师最近有跟飞哥您联络？一切都好，但我们一阵子没有见面啊。而他现在住哪，我是不太清楚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以前我在你旁边，横竖法师哈，他呢很照顾我，所以我也关心他住在哪里。我们今天就不要提姐姐的事，因为我会有一点紧张。我们来聊聊，今天难得来啊。要不就安排一首歌曲唱给大家听，怎么样？哎，年纪也大起了，不出来了。我说，你不要以为改成台语了，我就听不懂。飞哥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今天要唱这条歌叫做《年纪也大起来》。哦，这是蹦恰恰作词作曲。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会想选这首歌？你也知道，碰哥最近也是云游四海，到处广结善缘。是啊，我听许孝顺在说，碰哥啊，现在。很省呢，啊，吃牛肉面都不加牛肉，省钱省钱了。甜不辣他也不加辣，他只是不吃辣而已吧？我靠，你干脆说他阿婆铁蛋都不要阿婆算了。不是，你不乱讲，他就是要阿婆，他才叫阿婆铁蛋，他是不要铁蛋，他本身已经。不要开玩笑，你说这个康康真是爱说笑。年纪啊，多起来。但这首歌你选的不是很好，又不是很好，为什么？这首歌啊，抄袭啊，抄袭啊！但而且抄的还不止一首歌，还跟着让流行呢。流行，很早就抄，有吗？抄好多条，有吗？你不信，我唱给你听。来，你有请。为您介绍洪沾灿先生，生平最红的一首歌。年纪啊，多起来。原版的先唱给你们听啊。你说年纪也大起来，你说年纪也大起来，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，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，一片七星沙来沉落海，来了哈，我每日想是靠边啊。第一首抄袭的歌，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哎呦，你太太，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哎呀，无人熟悉啦，朋友的感情空甲兄弟大。让家里小家，小小啊！不管月圆月缺，那个主题乐呐。不管花开花谢，花开花谢，我要痴痴地等，我会痴痴地等，等你回来。这首才是啊！如果你要离开我，请趁十年来告诉我，趁十年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你走。刻在我心底。喂，太硬唱了，要修好。太硬唱了吧？哎呦喂啊！谢谢大家。太硬唱，硬唱最后。突然间还来一个刻在我。对。对呀，那配合速度也不对啊！对呀，你们要这样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这样子很精彩，好不好？可能是好朋友吗？是是是，哪里有？你们俩哪有啊？你刚刚说你跟他认识的时候，十三四年了，十三年，我们认识十五年了，啊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大哥没几岁，欧弟，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叫做《综艺二人转》，二人转有没有？你讲，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，因为康康节目很少超过一季，没有啦，我们有录两季啊。后来那个有两季，那个后来是被黄灯辉做垮的。哦，综艺二人转，那名字还是我取的嘛？对对对，只要能够脱口秀的，或者是两个来表演唱歌的，或者是相声的，变魔术的，什么只要是都可以，素人就可以。他带了一个搭档叫做番薯，有来过一次，然后那时候他才十五岁，就唱认识了，对，就认识。岁月，然后后来又过了五年，那个
欧弟又主持《魔王大道》嘛，然后我是那个主评审嘛，他也是来比赛，他也是，然后那时候又重逢，又认识，到现在大概又十年，总共15年的时间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你怎么没有就说考虑说稍微染一下头发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这个头发好像一个礼拜就会长白了。真的？那每一次我只要一个通告录去染完，然后就又要等通告，干脆就不要染。有考虑戴假发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人这样问问题。我这个是有一顶可以接，这里就有一顶可以接，这样很方便，不用漂。因为我想说，反正这个疫情的时候嘛，也就是工作比较少，在都是在家里照顾小孩，陪小孩了。啊，你是被偷拍啊？朋友，然后带没有，我带了高雄的朋友去看那个荒山亮的演唱会，然后他们各带一个女生的朋友，我根本不认识。所以总共5个人。对对对对，那这 OK 啦 ，OK。对对对，那你们呢？你们没有了，是他们的女，干嘛那么隐晦？他们的女性朋友有多人？我已经改了。你看，可以成为成好朋友，对，好像一路以来蛮久的。但是这一个人好像没有把我当好朋友。有啦，哎，怎么说？我是把你当好朋友。他开了一个店，然后我跟他说我一定去捧场，但是因为我有家庭之后，我就晚上比较少出来。那没办法。结果我有一天就说好，我一定去找你。他就说帮我留位置啊，我不可能一个人去喝酒。对呀，找了白云啊、虫虫啊，一大堆王彩华去啊，一直吃吃喝喝都喝到打烊啊，回去他都没有来。怎么这样子？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。这个是传达讯息的人有问题。他那天跟我那个店长跟我说，哎，康哥找你啊。OK， 好，康哥找，我就打给康哥，我就去跟康哥喝酒。后来喝完醉了，我才发现我在跟火中康喝酒。太像了，没有嘛，我是喝醉人嘛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对呀，那么我们开店哪里一定找朋友来捧场呢？我都开了一个店，然后朋友一直要来，我说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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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来，别来，别来！不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来捧场嘛！是啊，画名片递给他，他摔在地上。怎么了？我最近开了一个葬仪社。那个现在欢迎来捧场，好吧？不能乱捧场。演艺圈最近这样，大家都要小心。对了，对了，上次你骑车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马上好，大家都好惋惜。祸害一千年，好吧？康哥，好好好好，有没有？有有，来来来来来，爬出来爬出来爬出来，哇，爬出来哦，这样。哎哎，六姐，什么歌？手机狗叫，手机狗叫，耶！
轻的挺挑战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阿贝你也夸我，还是会忍不住好笑一下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歌要这样唱的，这个歌人家跟你抢就没意思了。为什么在 pub 里面唱的比他好的，哇，真的没有，哎呦，甚至连伍佰本来在唱这一首，看到康康走进来，伍佰自己下台，哇，唱好了，没有啦，我这个歌刚好在 pub， 我有打扮成伍佰表演，然后唱到最后的时候，假发就拿掉，哎，一丢的。观众喝了酒就开心，太好笑了，好玩啊！而且还加进那个目录，有没有？哎，对对对，目录好像也加在这里嘛，也有也有。哦，这随便放，经典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抽一下抽一下，你来一个，这个好了，我可以暗示你，好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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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示提示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结果是这样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好 ，OK， 请抽。好 ，OK。38元，恭喜获得38块钱。很多艺人当起导演拍电影，最终都是以赔钱收场，康康也不例外。这是送分了吧？他曾自编自导自演了某部电影，让他亏损约台币2000万元。请问是哪一部？阿娘。A. 十万火急 ，B. 人生按个赞，简单吧，简单。C. 铁狮玉玲珑二。哦，哎，这个真的简单了。好，来一入门款，二三，请举牌。一二三，请亮蓝。OK 啦，还有人不知道吗？亲爱的，有啦。好，就等于回到原点。全部的人都有演，是是，我们请被害人自己演出说明。2000万，我知道，好像法庭哎，那个投资3000万了，然后卖1800万嘛，对，抽回来1000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每一个股东都损失200万，因为我有10个股东嘛，一人300嘛，那还好，哎，对对，十个股东，一人300，所以3000万啊，哦，只收回100。碰哥，别那么傻了嘛。哎，这个 NONO 也有演，有我。我们一起演的啊！我们跟小哥哥都忘记了，你还撇了一个，你也神经病啊！状况之上，在演艺圈里面啊，你有过很多的作品，但是你也会有很多的表演。你希望他，希望他就是一场梦，永远不要想，就是一场梦，是一场梦。导演在这里啊，还叫我，还叫我演神经病。他说他讲，哎呀，怎么女朋友林志玲，对不对？侯佩岑，对啊，然后我跟小周就站在那边，对啊，后来就说车子来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当时神经病院的车就包在，我们两个就把宪哥接走，这样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呢？这到底是什么综艺梗啊？但是就是真正来拍电影会变成闹剧了。哦 ，KTV 必唱歌曲《林志啊大起来》，词曲创作人彭佳佳曾说，这首歌原先设定给某位歌手演唱。却在某天半夜下班遇到宪哥，宪哥一听便说这首歌好，要给康康。请问林志啊大起来本来是设定由哪位歌手演唱？这个你忘记了哦？忘记了吗？要写答案下来哦。来，哎，林志啊大起来原本是给谁的？我看一下答案。你竟然不知道？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，有了。而当时有跟我讲过这个事情，有了。太久了，忘记了。我一听好歌就把它抢过来了嘛。答错的话还要扣分，对不对？适合康哥啊，没有写答案也要扣分，扣一半，扣一半。哦，写哦，写哦。这我们不会。一位名，我这辈子有最红的两首歌都是宪哥帮我拿。啊，一个是《快乐鸟日子》，对，《快乐鸟日子》的名字也是你取的啊？对对，他本来叫 Happy Birthday。但是你取快乐，快乐你 Happy Birthday， 鸟的日子必点呢。哦，好的，那这是一个闽南语歌手。哦，闽南语歌手，三个字吗？不能告诉你们几个字。男生女生？他的男生，但他的走红的歌都是很红的。哦，对，很厉害，我的前辈。二，开很多演唱会。就这个。一，请亮答案。开很多演，开很多。500，于天。好，许孝顺、陈磊，正确解答阿鲁亚陈磊。哦，是哈，
设定给陈雷唱的。之前他又帮康康挑了一首歌，因为当时啊就很想说他有一个代表作，就那一首歌好像你不喜欢，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？来来，我记得。小薇，小薇，然后他还先是康哥要唱的那首歌，那个不够，感觉有一点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哦，因为我已经挑了兵变了，哦，对，兵变也好听。那时候我刚好跟黄品源在飞哥的旁边演那个综艺大哥大，他每天那边小薇，我在那边兵变，小薇就变成兵变的女主角。好的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荒谬大师沈玉玲曾制作过许多经典综艺节目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哪一个是对 ？A. 沈玉玲转战幕前后曾说：“我挑节目就把握四个字，钱来就干。”B. 沈玉玲的招牌拉弓动作其实是陈汉典教的。C. 沈玉玲曾说他老婆把他当刘德华。好，选错的，错误的，所以里面呢有两个是对的，有一个是错的，把错的猜出来，请举牌。你选 A 的为什么？来哟，因为他是说转战目前，对。挑节目前来就干，这个很明显吧？这个是对的啊，这比较没有直接。前来就干，他一直在讲。为什么？他应该说他是嘉义彭于晏。对啊，我也是想到他是彭于晏。没有，刘德华不是你讲的。那个讲他老婆把他当刘德华是我老婆。哦。因为我在 pub 表演的时候模仿刘德华啊，大家要看，我就说。其实长得很像的，不用模仿啊！全部都在笑。我说，其实我太太一直以为她嫁的是刘德华，人家说我的下巴很像刘德华的膝盖，是这个，就是一个段子了。你说这个 B 是不对啊？拉弓这是啥？这个东西。其实是陈汉典教的，对，就像那个你把它放大，那个苏贞昌啊，哎，是郭哥嘛，郭子乾，穷还是郭子乾，郭哥嘛，阿哥阿哥金子的是许杰威，对，不然你能哪一个阿哥啊？哦，真的是哈，好，一起来看正确解答是哪一个？耶，金城武啦，对啦。黑啦，所以刘德华是错的啦，他老婆没有把他当，也不是彭于晏啦，我彭于晏是自称，他自称嘛，哦，自己敲他的哦，对啦，因为以前在节目上面啊，他才发现说原来他讲话会这样，哎，他手会这样，对，然后他就是自己拉回来，模仿的人就会看到不一样，对，就把他放大嘛，然后他就变成他的招牌动作，好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啦，哎，我求求你啦，我求求你啦，哎。我都已经说那么多了，然后我现在又跪下来了，我求求你，拜托好不好？你就讲一句话，一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衰？谁可以帮帮我？救救我！我全身像着火一样，好冷。我现在要来诉说我的悲惨故事。什么啊？他不仅把我磨害，还毁尸灭迹，让我永不得超生。哎呦，雨伞会讲话。雨风铃。马不是马风铃。在叫他，哎，黑风铃。黑风铃，干嘛？他一直叫他，喜欢他，他喜欢他。你这个坏女人，还我命来！好可怕！要不是你，我再不会变成雨伞鬼。雨伞鬼，你是不是身上有藏录音机？他要跟我讲话吗？请问，这段经典桥段出自哪一个综艺节目？演那么久，把雨伞拿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这一集我有看，然后那个特别来宾是傅威，他还要演呢，很害怕。为了通告费，他傅威也下去演，真的是，也害怕。一二三，请亮正解。分手擂台，凡哥，哎，真的，但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人的一生当中，许多事情都不清不楚。我们今天要把它说得清清楚楚，才不会造成一生当中的遗憾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雨伞鬼到底要说什么。是，
你看他那个鬼样子，哎呦，这什么鬼样子呢？这是两样东西不放在一起，对，是一个雨伞跟一个鬼，是。我们简称雨伞鬼，雨伞鬼现形了。我觉得这个这最厉害的是凡哥，哎，他不会笑，不会笑，他很正经，他还要正经的去演，他要去调和大家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不是，凡哥主持到他还会说。他就麦克风拿下，冲过去打他，冲过去，冲过去打他，冲过去打他。他对，你现在冲过去打他，冲过去打他。那个素人，他要劝架，然后就一直把他拉来。你打他，你打他，对，打他，打他，踢他，踢他。这一下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做综艺节目嘛，我第一次哦，就是说，刚好在家里跟阿公阿妈，就爸爸，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，然后就刚好看到有一集，我第一次在父母亲的面前的骂脏话。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黑白郎君。因为那个老婆很爱干净，所以她每天要洗澡。妈妈不喜欢她太浪费水，不要，所以她一边洗一边不洗，然后几年后就变成一边黑的，一边白的。那她有唱那个吗？唱歌吗？伤心伤心伤心点，对不对？剩下浪子，红头疼。对，阿妈很生气，阿妈，嗯，羞喊。羞喊啦！阿妈开羞喊，请依下列关键字写出正确的人名。写吗？写。关键字 A。举板举育婴奖。举牌子奖。育婴奖。育婴奖。关键字 B。这样你就知道。哎，答了，答举了，答出来扣分哦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停停停。育婴奖，两只燕子。凤飞飞吧。哦。凤。两只以前还没有金曲奖，没有金钟奖，以前叫育婴奖，我以为然后照顾小孩的凤飞飞，他一开始他不叫凤飞飞，他叫林倩，是在华视演那个张忠龙找他来演丁中演，哎对对对对，卡古奇莱雅，就是他就是他，然后他演的那一个闽南语中午叫燕双燕双飞，应该是安呢，好厉害啊，到底正不正确呢？恭喜答对，钱钱来源啊，张忠龙啊，钱多多是林小虎对不？林小虎，对，他跟一个叶小艺，对对对，他那时阵花戏的十二点半，哇，对，他那个时候演完的时候还要你讲什么？那定格，不要按暂停哦，他们自己要演暂停，定格，哎，阿我干这个话你呀，明仔嘛，请看明仔，啊，他们这样，啊，那个是，哎，今天金钟奖要康康哥去主持哦，他不用写稿，活字典没有了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，还是有这个代沟之差？有，对啊，他们没有讲了好多啊，但主要是因为那个康哥跟很多资深的艺人，对我有经常都玩在大家来说笑，对，然后那个几乎所有资深艺人的告别式都是他在承担，他在筹划。请问下图送分出自哪一位明星的演唱会宣导片？送分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正解。哇！张惠妹演唱会 No Jumping， 请看正确解答。禁止跳了，可以扭但不能跳。哎，大家都用扭的哈，然后整个散场以后。哎，本来从正门进去，出来怎么后门了？对，摇到后门。小巨蛋转了一圈，有在小巨蛋表演过吗？不可能嘛哈！二姐的演唱会我都是神秘嘉宾，那你的演唱会我也是，我们都有，我们有去看，都是因为宪哥的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今天这一个话题，也就是说，当我有机会上。小巨蛋的时候，我就把一些无关人等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可能上，就带他们一起圆梦了，圆梦，圆梦嘛，对的，跟到啊，但是没跟到，好懊恼啊。雨农有唱过小巨蛋吗？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啊，努力中。对呀，找到机会就上啦，加油加油。啊，两位啊，猪那个，碧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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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珠碧珠碧珠，小巨蛋哦，我有去看那个摔跤的啊，伍佰老师唱，然后找那个日本的摔跤选手。对啊，所以他们也有机会啊。他们不是摔跤选手，他们是啊，是大学生，人家是相扑，他们是金牌。